我唔知點解咧，喺西九法庭呢度咧，會問呢單案咧，點解喺度有人？阿姐啊，你咁樣派呢啲咧喺呢度唔係好啱嚇？合法㗎，合法註冊。唔係啊，喺度咁樣派法輪功門口都得嘅咩？可以㗎，警察要行過兩次。哦，即係合法嘅。法輪功係合法。法輪功是合法，全世界合法。你喺大陸又打壓嘅咧？共產黨啲非法。但係香港係中國嘅喎。唔係香港係中國嘅嘛？香港係獨立㗎。香港獨立嘅咩？司法獨立。哦，咁樣㗎。共產黨都講咧，香港咧係高度自治啊，高度自治，自己管理自己。但係有23條喎、啊，嚟緊。冇啊，23條已經唔夠㗎啦，23條已經唔。如果搞23條法輪功會被人拉的、哦、法輪功永遠都是合法的，不是有23條法輪功就會放過錢了好多錢、哦哦、這樣的香港都是中國的、哦、你知不知孫立